日前有位街友参与电子竞技时，发生的签约性的交易。现在为您插播一则新闻报道：日前有位街友捡到一张几十万元的体育商标，并准备在现场拍实景之类的加厚。你觉得这边怎么样？三房两厅，1380而已，26.5啊，快27了，怎么样？有点贵，要不然其他那些是要怎么住啊？这间我觉得差不多啊，钱又不是问题。对啊。好好，再打给你了，好，拜拜。其他那些是要怎么做？
凭什么要抢救？凭什么啊？凭什么？擦响，我老爷，是你个你的妈的你啊！更不擦响，擦一个。哎，得了得了，快点叫。白痴哦，叫他响。陈国子啊，你这个莫罗尼卡滚开了！你这白痴，吃大便吗？10万元的千元现钞并转交给警方后离开。失主巡回后，透过关系找到了10万元的千元现钞并转交给警方后离开。不知觉学会隐藏过去的伤悲，难不成就只能流泪？曾经却不认输，希望能换来让步，到头来只剩下孤独。我看不透什么，到头来腐朽成粉末，善恶的执着都成为焦灼，寻求什么是堕落亦或是解脱。